嗨嗨，大家好，有没有看到我背后的这个凤阳花？我的花是的，又在开花了，其实不容易。它只是在一两个月它才会开花一次。每次呢，我觉得开花的时候我就有好事情发生，所以我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磁场、好的能量怎么可以来，然后让大家在这个非常时期仍然保持着好能量、好磁场，那么我们才可以扭转乾坤。 OK， 我刚刚呢在上课的时候，就是在我 TTT 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这一整天半天的课程都是在讲内在的价值，内在怎么跟外在共振。所以如果你想怎么可以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跟别人共振，然后吸引他们来到你身边，那我请你要看一下这个视频。好，我今天用很快很简短的方式告诉大家，那么你可以开始去 practice 啊。第一呢，其实很重要的要保持好的能量，在好的磁场呢除了是你的思维，其实要怎么样子可以有这个方程式呢？今天给大家一个方程式，很容易记得，就是 glow， G-L-O-W， 是 bling bling 亮，你想不想？所以第一，什么是 G 呢？我觉得很重要的是，现在这个时刻你要在每天做一个 gratitude exercise， 你感恩，感恩什么事情？三件事，比如说写下来，今天我很感恩我的学员呢上了我两天的课，然后就报名来上我这个 trainer 高阶的线上课程从线上开始，那我非常感恩。那我也非常感恩在今天这个时刻呢，我还可以很健康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去做分享。那我也非常感恩，就是我有更多的那个力量把这个内在的讯息价值可以告诉我的学员，让他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形象老师。比如说你可以把写下来三个你感恩的事情。那除此之外呢你对于 L， 第二是 L 是什么呢？你觉得有爱的地方，每一天呢，如果可以让自己把注意力放在你可以去给予而不是你缺乏，那么你会让自己在更高的频率去共振，更高的频率就会有什么呢？有能量，有好的能量，好的磁场，就会有好运啦。OK， love， 所以把爱传出去啊。如果一些小小的事情也 OK。那什么是 O 呢？ OK， 我们人都会有七情六欲，可能就会被一些事情去影响我们的情绪。我们要去 observe， 就要有觉知。你要有觉知，知道说，你现在缺乏什么？你需要学习什么？你的 strategy 是什么？不要无乱的去学习，或者是因为免费你就去上课，其实这个会打扰了你整个的那个思维，或者是所谓你的方向。所以人呢要有觉知，那么你从你的觉知再下决定你应该做什么去调整。那最后呢 ，W， 什么是 W 呢？很简单，就是 words，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什么呢？有能量的。所以不要一直在心中告诉大家说我不能，我不健康，或者是我很害怕，我不知道能不能。与其说我不能，不如告诉说我必须要去做什么。与其告诉自己说我害怕，不如说这是我的挑战，我愿意去接受挑战。与其说我很愤怒，不如说我以平静的心去怎么样怎么样。与其说我很生气，还是我很害怕不如说我现在在找着解决方法。所以这个 words， 我们的
那个语言呢，就会决定我们的力量，也会决定我们的整个的磁场，然后也会就是影响我们身边的人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 glow， 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也能够让你跟内到外完全的 bling bling glow。好，我是你的个人形象品牌导师，注重内到外的发展。我是 Evelyn Chen， 谢谢我们下次见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把我们分享出去记得 like and share。